是 Links， 欢迎收看本期登山 Vlog。 2020年初，我在严冬期登上了南八岳山脉中的全线月，我想我是从那次开始才真正的爱上了登山。我永远都记得那一天，我扛着低温症走出树林带，看到了八岳三山雪峰的奇妙景色。当时远方的赤月以及眼前这绵延的 V 字形山谷，在我的心中种下了一颗种子，是不是有一天我能够穿越这片险峻之地，进行一次从赤月到全线月的纵走。2021年8月6号，我和阿里巴巴踏上了八月 Kilito 纵走的旅程。我们从更高难度的真教寺尾根进山，经由牛首山从东侧登顶赤月。大家看到没有，现在前方的就是赤月，就是我们待会儿要爬的。哇，好漂亮的绿色，这就是夏天的八月吗？多适合谈情说爱的地方。我们这回奢侈的坐了缆车。我们现在从这个美之森这边的缆车下来了，这里是一个展望台。哇，是很漂亮哎，人也蛮多的。记得吗？上次这里对我们大门紧闭啊，关着不让我们进。哎呀，开始兴奋了呢。这里我们上回走了一次，但是没有拍 vlog， 是冬天。哇，雪超级多。什么冬天？哦，五月份，严冬期五月份。然后当时还迷路了，就特别特别好奇那个路在夏天到底是什么样的。然后给大家先看一下那张照片啊，那个照片被我起名为迷路。这一次也算是一个中大型项目了。然后今天晚上住在天望庄，是我们第一次在赤月山上住，今天天气还不错。啊，我的行李也没开呢，帮我开一下。这得开，开饭。它这个是夏天特有的开铃仪式，开铃仪式结束。然后大家没有看到，这次呢带了一个新朋友，哈苏查伊利，买来之后就带去山上过一次，这一次呢。带好好用它拍拍照，然后大家也能也可以看一看差异地的效果。哦，这里已经可以看到天望庄了，在山脊那边。我们面前的这座山是叫牛首山，到牛首山顶了之后呢，再走向这个赤月。然后这一路上呢，我可以慢慢给大家看我们当时走过那个地方的冬天是什么样子的，就是感觉挺像那种大揭秘一样，冬天走过不知道里面啥样的，夏天来呢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样。然后这次我们总走完这个赤月到全线月之后，我们接下来的冬天这条路线也可以被开启了，因为这条路应该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夏天先走一遍才能知道它下面是什么样的。啊，这一天也真好呢，上次就是这个角度，然后过了这个地方之后就没有看到过晴天了。哎，到牛首山了，我们上去在这儿，然后看到山上乌云笼罩，然后这边是牌子，好吧，原来下去到赛之后原来才40分钟，到赤月顶上还有3小时10分钟，上次好像是到这儿就已经有点雪了。哇，我们现在刚刚欢声笑语路走了有个一个多小时，啊，我们唱着歌吃着火锅，一路就来到了这里，听着人类高质量男性的专属 BGM， 现在能看到山顶的一些样貌了。大家看到那两个尖尖的没有？我们明天好像就要从那边过。哎，我必须得吐槽一下这个差异地，哇，明明昨天在家测试的时候没有什么 bug。结果今天一直出 bug， 一直死机重启，
太牛逼了。哎，这是真的想让我把它卖掉。我的一代不知道为啥会这样，听说其他的人好像不这样。星球崛起。哎，你现在这个骂人都不带脏字了。看到正前方的就是牛首山，我们从那边已经过来到这儿了，有一段距离到上回来啥也没看着，到这儿开始就进云里了。接着我们进入到了这样一个比较特殊的树林带，都是枯树，然后给大家看一看之前五月份来的时候的照片吧。这儿啊，就这儿，在这儿那个迷路的，我记得是的。这边有一个特别小的小平台嘛，对吧？当时我们是一个是往那儿走，然后对，一个是往这儿走，但是看不着，最后还是从那儿走的。对，但是看不着路嘛，当时应该是你当时在那边，然后我在这边又拍了一张照片，长那个样子的，当时在找路，还是当时发现这有路标，所以发现我们，反正当时雪好像是在这个地方。哎，上面就是盐场了，快来吧，野菜生活。每次喝这个就感觉跟那个打兴奋剂一样，是吧？我之后再也没有买过红牛了，要是再冰一点就更好了。这段盐场，这是真教寺尾跟盐场最集中的一段，大家看没有，这个是我们上上的路线，然后上到那个牌牌子那边，然后从这儿再往右走，还是很得走一段才能到十月山顶。现在已经变得贼凉快了。就是这儿，就是这里，给大家看看那一天什么样子。妈耶，啊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当时我们上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风速大概就是28米每秒，然后就是特别难前进，贼难过。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是其中最难过最危险的，应该就是这儿了。我操啊，抽再来一下吧。走啊！别叫叫上！我操，这抽是抽的，还是紧的吗？嗯，这还是紧的，下面倒是没那么紧的。我看我弯一下试试，弯一下试，这弯起来就超疼。fuck！ 你有今天。真的吗？正好所有鼻涕，正好所有抽筋回忆里面最难受的一次。就趁着这堪称有一次我，杀人了！哎，你至于不至于？真的，超级疼！你看我的忍耐力已经很强了，我
不是瞎叫唤，真是。哦，不行，不拍了，不拍了。这就是当时特别难的那个地方。现在这么看，可能觉得挺正常，但当时也没链子，然后也全是雪，盖着看不见，然后就特别危险。哎呀，我这是现在抽的特别特别厉害，走不成了，在这儿歇一歇。阿里巴巴估计往前走一走，看看去。我要是能歇好，我觉得也是想去阿弥陀那边看一下。来了这么多次吃，一次都没去阿弥陀，确实很可惜。也不能让阿里巴巴因为我去不了阿弥陀，是吧？好，稍微休息一下。这次抽筋真的非同寻常，所以没有办法纵走到阿弥陀了，我们直接登顶了赤月。不知不觉已经是第四次登顶赤月了，体验呢也从第一次的惊险到了现在的平常心。这座山见证了我们的成长呀，所以得好好感谢感谢山神。哎呀，又登顶赤月了，来了好多次了，谢谢山神。下面那座房子就是赤月天王庄，我们今晚就住那儿了。终于到了，现在虽然正是盛夏，但是在2800米多高的山上，还是非常的凉快，穿长袖非常合适。对啊，第一次下雨，我们住的房间在上面。哎呀妈，就像个矿道一样。哎，你来看一下。哇，这是绝景床位。嗯，你怎么天天这样？完了！哎呦我操！你怎么又走？哇！要掐我！然后大家看我们这边，他这边吃饭的时候给的饭券是这个样子，这不用超广角都感觉。今晚度过刺激的夜晚。哇！来吧！这个插头可以充电，哇塞！而且插头贼多。消灯是9点，嗯，食堂利用7点。谈话室9点完也是可以。就让我用XED拍的照片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山小屋的内部吧。大家别看这里很狭窄，看着挺破的，但是一晚上要13000日元，折合成人民币呢，就是大概760块钱一个人。住进山小屋后，外面的天气就变差了。妈耶！不要来啊！
这位红衣服的大叔我们之前在山下的林子里遇到过一次，没想到他也住这边，然后我们就有的没的闲聊了起来。大叔说他是这两年新冠以来第一次爬山，上一次爬已经是2年前的北阿长念月那边，所以他说他今天还也挺累的，我也是今天也挺累的，腿抽筋成了那个样子，然后呢给他拍了一张照片。哇，这云又到这儿来了，可以看到后面的邹访湖，那边是十二沟，那北阿应该就在我们前方啊，可惜看不着。那这底下，哇，其实现在已经完全到我们头上了，好冷啊，好冷啊。太冷了，我们先进去了。终于到了晚饭时间了，现在是5点钟。看海拔在干啥？嘴上说的哈苏垃圾，结果还不是屈服在他的颜值之下。这是我们的晚饭，还挺丰盛的，其实。来吧。是可以换的是吧？可以换的，是谷物的米饭。他说了可以换吗？好像是。换了个蘑菇。怎么看起来这么沧桑？拍出来的老沧桑了。但是这个外边风刮的有多大？我的妈呀！天哪！感觉这个帽子前面不是有这个红色的绳吗？像是那个做饭的那个锅，做饭那个锅啊，这个脑洞还挺清奇的。又特别是就是像那个户外用的那个小锅，真挺像。万一就是最新高科技，我操！防水是吧？紧急时候可以盛水，可以烧水。哪次我们遇到紧急状态，你就看我突然卸下帽子，在河里舀一盆水，喝，快喝，我快喝。在进水，而这帽子夹在我的炉子上，就开始烧水。我看我们人还挺多的。外边现在是这样，看到一边太阳。吃完了晚饭，我们就开始等待日落啦。太阳来过去。来吧，袖套组合，袖套组合，红袖套组合，红袖套组合。看到这些像城堡一样的云之后，我就想起来小时候看哆啦 A 梦有一个道具可以把云给固体化，然后大雄他们就在那个云朵上面玩。我觉得这个登山嘛，能够看到这样的云海，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实现了当时的那种幻想吧，能够如此接近云上的世界。哇，现在天气真的好差了，差不多可以进去了。虽然说现在天气变差，但是今天白天呢还是很不错的。你多久没住这种上下铺了？上下铺上次住是大学了吧？我感觉我初中的那个时候还住了上下铺。靠，我们现在在房间里面，9点钟就熄灯了，只能带上头灯。这个房间是真的太狭小了。哎呀。但是能有这么一个柱子在山上真的很不错。
我们明天早上预计4点15分左右起来，然后看看日出，然后这边的那个早饭是5点到5点半，然后我们吃完早饭，然后在这边补充一下水，这边水是1000块钱2升，大概感觉补个2升就可以，然后我们就要去全院那边纵走过去。我刚问的那个老哥，他说他之前走过那个，我说难度咋样，他说今天的更难，他说的。今天哪？真教寺更难。真教寺有什么难？他说的，他说キレト走起来会特别塔诺西。哎，我也不知道啥人。今天也很塔诺西。今天也很塔诺西，今天晚上就准备差不多睡觉了，明天早上见。大家早上好，看到没有？外面的这个颜色太赞了，哦，太漂亮了！我的妈呀！我们现在就出去看日出。哇哦！哇哦！哇哦！哇哦 ！Oh my god！山顶还在云里面一点点。伴随着早晨的第一缕光线，我们开始吃饭了。三小屋呢是早晨5点钟开饭，有煮鱼，有厚蛋烧，然后有笋，有山菜，还有香肠，还有味增汤，还是蛮丰盛的。吃完之后我们就继续出发了，前往8月 Kirito。 我们准备出发，先爬上赤月，然后纵走到全县月了。这是第一次体验 Kirito。 哦，现在这边风就大了。在日本这边的山岳用语中， Kirito 呢一般都是指比较险峻的这种山脊的路线，然后我也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路线，所以呢昨天晚上还查了相关的介绍，写的是有相当的那种紧张感和高度感，所以我真的还是比较紧张的，有一点害怕吧。从天望庄再重新登顶赤月非常快，大概只要20-30分钟就可以。现在上来之后云雾缭绕的，然后就拍下了这张照片。这次无缘阿弥陀月，这个遗憾就留给下一次吧。啊，这个再往前真的就没走过了。全线月我们来了，八峰切我们来了。这里呢其实就已经是八月 Kirito 的核心部了，也就是它最难的部分，长得确实还蛮像剑月的，但是呢其实路还是比较宽的，也有铁链，所以其实并不是很危险。再接着呢就是这样一大段碎石路，坡度其实也不是特别陡，但是要非常小心，不能滑倒。
我们刚下来了这一大段，应该是核心。反正就一直是这样的碎石路嘛，斜度也不是很斜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能看到连着全新月的山峰中间这个绿绿的，这边可能回到一部分森林里面，好像。哇塞，我们这就下到树林里了，真的好亲切。这边进入交流模式了。哎。好，我们现在到了整个八月 Kyoto 的中间部分。Kyoto 国家，不过他现在没开门，应该是因为新冠吧。这房子看着建的还挺好，你说这真的很神奇，人能够在这么的地方还能建个房子，真的太神奇了。我们现在在旭月的山顶，这里就是全新月了。哦，不是那个，是这个，没多远啊，说吧。到这里为止大概花了2.5小时，最后还剩下20分钟左右的路程就可以到达全新月的山顶了。这是这个八月 Kyoto 的名物，60节长的梯子，确实第一次在山上见到这么长的梯子。这里就是全新月梦开始的地方，居然回来了。哦，回来了，时隔有2年了吗？一年了，两年了，快两年。我们是2020年的1月份吧？啊，这是改变我人生的一座山。是2019年的1月份吧？是吗？是吧？真的感慨万千，太感谢了，全新月。披萨。如果没有那一次登顶全新月，我现在可能也不会如此热爱登山吧。这一两年发生了很多事，新冠真的席卷了全球，我也终于大学毕业，也登上了许多座自己曾经想都不敢想的山。一两年过去，全新月还是没有变，它还在这里等着我再次回来。这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我还会回来的。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登山 Vlog， 我是 Links， 我们下期再见。